安妞，我是 Mira， 今天来到梨花壁画村。好久没来了，上一次来是两年前的事了，估不到这么快就两年。上次来都是十月中，今天都是十月中，秋天，大家不需要穿那么厚，如果不是就上山就会热死了。其实这个是什么名堂呢？但是看到他就立刻想起老人与狗，但他不是老人来的，男人与狗。大家看看，就是这条楼梯了，本身是鲤鱼来的，但是已经被人消灭了，以后再见不到那些鱼了。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好好地一条楼梯的壁画会被人整走了？就是因为我们这些观光客呢太吵，影响了这里的民居，所以这里的居民迫不得已才要将那幅画消灭了它。所以大家如果来这边的话呢，请保持安静，不要太吵，不要那么大声喧哗。我们看看对翼多肮脏，跟住对翼的对面这里呢，就是本身都是壁画的，但是都是被人整走了，见不见到？现在是什么都看不到的。见不见到？这个本身是有个公仔写着银鞅的，但是现在又没有了。记得保持安静啊。现在上这条楼梯，这样望回去我觉得很漂亮。我以前在这里拍过一张照片，我看看找不找得回，然后发现到一个很恐怖的东西。刚才看以为是大耳窿追溯那些，但是见不见到？穿衣服做事叫人静啲，静啲，我哋要静啲啊！呢个转弯咧系有个雀笼噶，以前咧系可以打开个雀笼门口入去影相噶，但系而家你睇下，可能因为太多人入去啦，佢锁住咗咯。好啦，话咁快，我哋就上到嚟呢个城国啦，可唔可以叫城国啊？应该系后面个夜景好靓啊！不过我始终觉得香港嘅夜景先系最好，因为香港维多利亚港嗰啲灯实在系太靓啦。可能系我见识少咯，但系暂时我觉得最靓嘅系香港嘅夜景。但唔知系咪因为今日天气算系比较清凉啦，所以我哋好轻易咧就已经行到上嚟呢度啦，完全唔觉得辛苦。一日嘅行程点可以舍得食啦？而家咧就嚟到中路三街一间铺头食韩牛，我冇食牛啦，俾你哋睇下有几好食。韓牛有啲咩秘訣咧？就係、是、唔可以等佢全熟，一定要咧，又唔係半生熟嘅。總之佢唔可以全熟啦，如果唔係咧就會唔好食噶咯。我哋嗌咗 set 啦，但係其實大家都知道韓牛喺韓國嚟講係都算係偏貴嘅嘢食，所以咧份量唔算太多。我哋三個人。恭喜你啦！要點鹽食？幸福，我觉得呢间嘢冇得顶啊！连啲配菜都系超级好食，大家要嚟啊！地址咧 ，info box 度有写，大家去 info box 度睇啦。劲好食，超好食，爆好食！好耐冇食牛啦，韩国。唔可以俾佢窿，唔可以俾佢窿噶，唔可以俾佢窿噶。出啲，出个窿，好紧张而家。食韓牛好似可以打仗咁樣，好緊張。其實咧，嗰度有個清真寺幾多好食噶，但係太遠咧，我認唔到佢啊。係啊，就係呢個，勁好飲。餐廳內部裝修係咁樣嘅，就係呢間啦。蘇啟必勢。食完飯咧，又係參觀 guest house 嘅時候啦。呢度咧係叫做24 guest house， 大家應該都會聽過。幾靚啊！呢度，大家睇下走廊。我參觀你間房。内里是这样的，这间是二人房，黄色都 OK 啊，好得意啊！这里还有一个这么迷你、这么 Q 的洗衣机，免费的，你可以这些底衫裤呢可以即日洗，很方便。跟住这里是一个 check in 的地方，拍不到你，哇，一个迷你的展品，鸡蛋、椰饮，多士都有啊。离开呢度，要自己洗，要自己洗啦。今日要同大家分享一个新 menu， 就系叫做 Mark 装饰 ，Mark 定食 ，Mark 就系 God Seven 嗰个 Mark。呢一个 Mark 装饰就系其中一个好中意佢嘅 fans， 为咗 Mark 呢个名可以变得比较多人去 search 啦，所以就为 Mark 创造咗呢个嘢食啦。哇，点顶得顺啊？话说得到。